民进党当局推出义务兵役期延长一年后，岛内怨声四起，抨击不断，说明这一行为不得人心。民进党妄图以武谋独，让台湾青年充当台独炮灰，其心可诛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台独一日不除，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。只有摒弃台独，台海和平才能得到切实保障，台湾百姓才能安心无忧。